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龙。今天的造型是菲拉格慕的品牌，这身黑色西装就是很简单大气，也很修身。觉得蛮重要的。如果像一身黑的话，裤子黑，鞋子也是纯黑的话，会显得身材比例很好。是我的话，我觉得舒适是前提，再就是简单干净吧。都说我是迷之角度。之前是自己修，现在是找别人怕你帮我修一下。很少发，就是想起来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记录一下。长得帅怎么还能有困扰？带你去旅行，就是送年卡信用卡。作品的话，就是彼岸花已经接近尾声了，然后接下来最近上映的会是凤求凰。